来看这边。哎呦，这么多！发财我要买哈，我要买。这个为什么这么多，知道吗？因为上面是寺庙，寺庙的范围，我们佛教徒认为是不杀生之地。因为我认为是寺庙宗教的东西啦，可是要人有人做嘛，你看鸟也有人在叫。其实真正的我们佛教徒啊，不敢这样做。那雕七来做吗？他们雕一次了。对呀、啊。你们叫八斤啊？我八斤。哦，托萨。八了。我也托萨，爹地托萨来。你看我多加了吗？这家多加。对呀。错，这个有的地方我跟你们讲，一直整米墙。爹地会当面。你过来这边。不是啊，有的整米墙，小孩子他们骑都可以哦。因为呢，很多这个河边呢，就有这种现象。啊，因为我们认为是宗教的东西，啊，你也是村民，哎呦，我在这里，不去哪里也不会被人家捕鱼就说，而且每天都有人来，生气嘞，啊，我讲，哎，我讲到他 ，Hello， 蛇比较多了，啊，不止这里有了，有蛇没？啊，有蛇没？我跟你来讲，蛇没有。我以为你讲蛇，我刚以为讲到我跟你来讲，不是啊。很多庙，河边的庙都有这种现象，可是有的大的小而已。那这里的鱼不可以吃的了？啊，就是如果它还是在这里，就很少人来捕来抓。如果你跑到外面，就被捉。那你看那个人在捉，很久，好吃吗？这个鱼？爹呐，你看爹，你回到后面有一条溪水啊，那个叫溪水，不能叫它溪水。又叫路边的哦。哟，我叫路边的。你们买的鸡也叫八斤吗？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啊！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准备了，可以翻的嘛？不会的啦，我们人不是那么多。刚才。那没办法，啊，办啊，喂完了，等下我们就到前面，前面在旁边那边，啊。那，啊，我们待会也是一样，啊，如果没逢星期六、星期天呢，啊，我们就到神庙，啊，到寺庙。